人真的是拼了，就是呢，艺人陈奕迅为了巡回演唱会，你看哦，他不止呢变魔术，而且自己当起了人体魔术，模仿各地方言。不过可能呢太卖力了，热舞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，腰带掉了，差点秀出内在美，好尴尬。摇旗一变，妙龄美女的斜肩礼服瞬间变成瓶口造型，当然紧张啊！魔术我又不是冯德伦，又不是周杰伦，都是我不是伦了，我没有，我不是陈奕伦。K 歌之王大秀人体魔术，真的有点卡卡的。但为了替演唱会宣传，豁出去了，大陆方言也来一段。北京说大家好怎么说？大家好，大家都来把翔。哎，哇，录很久，那个很绕，很难讲。越学越带劲，正当全场气氛正嗨时，糗事发生了。大家好，湖南的朋友啊，哎，怎么了？我用了那个带崩了一下，这可尴尬了。陈奕迅太卖力，连裤带都差点脱落，内在美不小心就秀了出来。但是歌王果然看过大场面，随即镇定下来。当媒体问到他被票选为烂片王，陈奕迅大声喊冤：“不是烂片了，是十大，票房很最烂的，最烂的，我占了三部，所以。”第一烂、第三烂还有第九烂，那个票房了，票房不是品质啊。陈奕迅多元发展，电影、魔术全都来，虽然不如唱片受欢迎，但博君一笑，娱乐效果十足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